你会疯狂买东西吗？如果总是无法控制购物冲动，小心可能是强迫性购物症上升。医师表示，无法控制购物欲，甚至严重影响了经济跟人际关系，就可能是得了强迫性购物症。医师提醒哦，没有节制购买也有可能是躁郁症的躁期常见症状，建议要赶快就医，也要找更好的纾压管道来改善这个购物成瘾。